歌就是这个音色吗？这个歌从我同学聚会的时候说起。有一次我跟同学们聚会的时候去 KTV， 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就能拥有这样的唱法。当时我都有点惊讶，同学们都说我唱得特别非常好听。我就是被你的这种唱法深深的打动，也是我听过翻唱那首歌唱的最有味道的。我多么渴望有一天你能够把我这些歌改编的也能这么好听，我们就一起合作，我们俩唱，我肯定唱不过你，那真的唱得太好。谢谢谢谢那英老师的夸奖。说一下你接下来要表演的才艺是什么？长在农村的小伙非常了解，在农村娶一个媳妇有多难。下面我来演唱一首改编歌曲《送亲》。啊！我俩认识到在一起，已经快五年了。原本以为我们会组成幸福的一个家，直到今天你对我说出的这番话。这么多年感情最后都输给了金钱啊妈，难道你忘了你曾经对我说的些话？你妈要的是8万彩礼，我想办法凑齐了。可你今天有变卦，说你30万不假。这30万到底哪